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这一段时间啊，我们周围正在忙农活呢，啊，犁地的是犁地，种蒜的种蒜，所以说他们黑客他们几个种工啊出不去了，但是他们在窝里，你看黑客那小子还在窝里叫唤呢，时不时的就相当于是不锻炼就憋得慌，他就是老是这样来回给你叫，咱一会儿让小木嘎先来个测试，给他挂上大链子，从这里边跑跑啊，就这样短距离的多跑几圈，黑客也出来带上链子多跑几圈啊，万事俱备，就欠你这东风了啊，走了，走。让他带个做个代表，这直接秒不干活，呵呵，你不行了，来换黑客吧，还是换黑客吧，让他上草坪里边，别回去了啊。行，还能挨着我在笼子，没问题，这下打不起来。如果你看他俩
我咱俩往这边站一下，如果要是不给黑客加油，我估计他俩打不起来。因为这小木嘎不是爱找事的狗，再一个黑客他现在愈发这个抢食这个经验啊，不是打斗这个经验，隔笼子就是因为一件东西才能咬起来。他就是不离开了。但是初心是让他俩带链子出来锻炼来了啊，没想到黑客突然看见那个小木杆拿着球走过来那一瞬间，黑客爆发了，开始隔着那个笼子就开始叫，这一叫小木杆也不乐意，也跟他来回对叫，热的美了吧，热的耳朵都翻过去了。那你拿球去吧。这本身让他们两个出来锻炼来了，没想到发生这个事儿，他俩隔着笼子咬起来了。你说他俩在那小窝里，人都在各自住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俩没这样咬过。这一出来，疯了。尤其是哪个点呢？尤其是我给黑客加油的时候，啊，我说让他冲的时候，他能听懂。这小子有长进啊，他能听懂。他既然黑那个谁这个。小木瓜出来隔着笼子他不害怕，这证明以后培养应该打斗是没有问题的，只不过能不能胜这谁都不敢说啊。这可以好好没过一段时间可以慢慢培养的。你别管他后期他打架牛不牛，你必须得现在把他气势给他培养起来，我不能害怕你，我就得往前冲。这个啊必须得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培养那个黑客。